认真的男人，帅。拍这个，你怎么拍这个？啊，没问题啊，台湾 free country 啊，台湾 free 哦。完了。老板来台湾多久了？在公司啊，台湾人啊。哎呦哦哦。老板是台湾人。会好讲台语。你讲台语，出台湾。跟你们说话，我们差不多一样的文化。现在是法国人了，是法国人。对啊，我们的比较老的店，这个有差不多十年，两个、三个、五个、七个，四个。四个有不好的意思，我给你们五个。真的假的？晚上有那么漂亮？可是没有，我们刚刚看全暗的。对啊，阿米摩。可能灯坏了。我们要跟这一片风景说拜拜了。所以你有拿到你们队的了吗？有，你们队的。那等下吃掉了。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也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上船了。他在很嚣张的在那边吃虾米。没成交。谢谢。这里摇摇刚好跟摇摇床一样，我们睡吧。小琉球来了，没有云在这里。哦，有那里是啊。跟着老板走，他好安静哦，这个车子。就是太安静，我才觉得恐怖啊。对啊，就是旁边有人冲出来都不知道。你在冲的时候太安静。嗨。那是什么？喂，你看前面，喂，你看前面。我开车。开车，你们十个人。对。很多人爱在这边拍照，这边看到下面的群礁或是群礁很美，裙摆的裙。走吧。来这里的第一餐，有黑醋吗？有乌醋，有五元的酱油吗？哎，下面更凉快。对啊，下面要换眼镜，全黑的。看不见了。大家看到都是看的，对，都没有污水。而且说你现在这么胖，看不到。家人烧烤吃到饱。那我们等一下也要加烫。刚好换了。你等一下买票。他烤一烤之后就下去了。我今天连加他两次都失败。
做生意的小朋友都不怕生，你说呢？他好不怕生。你几岁啊？他长得要好贵一点。五。太贵。三。二。还不到两岁。你好可爱哦。一岁十个月。啊，九岁。九个月。一岁九个月。一岁九个月哦。哇，好会说话。好啊，哎、欸，他在种耶，刺刺的耶，可以自拍吗？耶，有点刺刺的。一二。你跑进来，你看有没有？啊？可以吃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掉了。就是导览员哦，那个导览员就比较王八蛋哦，没有宣导哦。那个沙子哦，沙子是保护海参的哦，结果就被人家戳掉了哈、哦。哎呀，沙子，他陪海参他都会去滚一层沙，好、哦、保护自己，就像那个，就像你们擦的防晒乳一样啊、哦，不然的话他就很容易死掉。哎呀，那。那他现在这样吗？那看那这个一个地方的生态哈、哦，都可以从那个黑海参里面去看出来、哦。他如果找不到男伴或找到女伴的时候，他会一直转到断掉，然后一直变成两只，朝天带里面清到很重要的一环。因为他会把那个沙子哈、哦，沙子吃进去，然后过滤，然后再吐出那个干净的沙子，我可以帮他裹沙吗？对啊，他这样子。他裹不上来，你他要自己裹啊。哦。就刚刚那个是生比较生病的、啊。不是生病的，他是被人家戳的。哦。对，因为渗透压的关系哈，他、离开水面了、哦。所以你刚说那一只是因为这个沙被戳掉。对，沙被戳掉了。性质、那会影响他的，他会翘死翘翘吗？会影响他的生命。啊，没关系，好像花粉的嘛。花生粉。对啊。对，因为它是花生粉嘛，是健康的海参。我这脸好讨厌，很不想帮你拍。这脸真的讨厌哎！两种脸。好，你们的来好了，好你们的好的。就要声势浩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记者，我们是记者。请问你为什么要弄丢手机？请问你为什么要弄丢手机？请问你为什么要来派出所？请问你为什么要来派出所？等一下，你要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要开机喽。是你犯了什么错？等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路了。警察要出来了。没有什么事吗？我没有。没有，我们有事。你手机啊？先生，你为什么要弄丢手机？为什么你出来玩要玩到手机？你手机为什么要乱放？一个要划三个，你以为是彭北吗？有话一个划三个。阿姨在干嘛？打开。因为想说录影的时候，旁边丁丁的脚会，丁丁的脚会举起来，刚好很呼应那个画面，就是。用力打开。上头打直。三、二。加压。好激动，一群人。他们是有多？要不要吃？要不要吃？快跑，快点！快！会让天好漂亮。补给站有水，
跟麻花卷。台湾桥如果办那个路跑，它的补给站就全部都是麻花卷，超干的。有运动饮料可以配啊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那么，它豆荚超大，豆荚超大，哎，真的耶，超大哎。拿这炒四季豆一根就可以给你吃一盘了。哎，你拿这个叫屁桃起，叫屁桃起床。不行，人家今天肚，人家今天肚子都不舒服了，你还不能对他这么坏，来带一盘炒给他吃。哎呦，吓到猫咪了。吓到阿嬷了。小欧发现了什么？噔噔噔噔，牛郎店。我们就要进去打工一下。竟然搭配了公鸡叫声。我多买一份那个古早味蛋饼，大家可以一起吃。